会，大家好，我们是河图，这个计划叫河图。那之所以叫河图，是因为我们是要集结各众人的智慧，每个人的行为思想都是一个小池有，我们想要集结众人智慧来提出解决之道。那这个计划是要整合资讯的 EY 平台。那因为318之后，我们各项议题，然后社运团体活动像雨后春笋般诞生，所以我们需要整合。那我们这个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禁止河蟹。那我们希望让资讯防范被稀释的可能性，这样。那希望这个议题可以一直往后面一直永续发酵，而不是随着时间过去，然后就渐渐的人淡忘了。那我们可以现在我们网站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内容与内文。那现在有很多主流网站它都有一个弊病，像这个是香港独立媒体网。那其实我们主要注意的资讯也就只有中间蓝色这一块内容的部分，那其他都是出现在画面上，只是让我们分析的东西，而且下面这许多分页里面的资讯我们都不管它的，使用者根本不会有时间去检视它，所以我们需要更简化资讯。那所以我们需要更聪明的使用者界面，而不是更多的网站空间。所以我们从318开始，我们想要整合所有的事件。那这个是我们事件的模拟图，UI 的模拟图。那我们每一个圆周都是一天的都是一天，然后以一天为单位，当天有发生什么事件，那上面有许多小圆圈，我们可以去脱曳比例时，我们可以制定我们想要检阅的时间区段发生的事件。对，那我们在经由点击每个小圆圈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点击率还有它里面标题里面的内文。那我们可以通过分享模式以及网友回应的方式，就是让大家互动。对，那我们目前的资料，我们已经备份了PDD 上很大量的资料，从3月18号以来大量的资料。那我们目前有先针对这些资料，有先经过自己定义的这五种分类方式。对，那大家都可以透过这个我们会设计一个 Google 问卷，让大家可以自由上传资料。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还可以自己定义标签，比如说我定义一个粉红色是一个张庆忠，那我们可以，那最外围是它相对应的议题。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象形图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议题有多少人事物紫色在其中。对，那我们在有个开关之后，我们去开启它的树状连接图，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时间区段里面该人事物紫色的范围有多少，有多广，然后它的活跃程度我们可以去追踪这样。那我们从这个图表，我们再从某一个扇形去切一刀，我们来看剖面图。我们看剖面图，我们可以看到事件从最一开始到后来的发展，我们它经过的脉络是怎么样，来龙去脉怎么样。那我们可以再更进一步追踪它的进度，比如说我们可以制定政府或是民间，然后它这个事件在左边跟右边我们拉扯，那它整个发展的逻辑是怎么样，然后发展的结果我们可以追踪情势。对，那这个是政见时钟，就是我们要提出每个候选人他提出的政见，然后从他提出之后经过了多少时间，我想要让大家有感，他是不是只会嘴炮而已这样。那我们还有一个事件影片墙，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整合，所以我们需要很多人一起来帮我们帮助整合这个 UI， 然后大家一起提供上传资料这样，谢谢。然后我是三，我们是河图计划，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支持加入，谢谢。